笑，趾高气扬争闹，备忘录，与子偕老，磕吗？不能磕，不磕，点儿大小乔，真晦气哦！ Oh, 我们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我们的组合名字叫闪亮组合，武大郎烧饼，把酒言欢，无语，恩爱一世，玩了一天组合。十年，十年有多长？是一棵树从种下到长大的间隔。十年，十年可以做到什么？可以让荒壤的街道。十年，十年要怎么去定义？是马不停蹄，是兴致盎然，是感慨遗憾，获得第一名的是，是逆境勃发。他们都对，他们好像又都不对。因为这是每个你和每个我分别历经的十年，但却是属于彼此绝无仅有的十年。当时我们来的时候都没有剧场，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小小的练功房练习，当时觉得可能不会走到今天。哎，从睁眼开始就想着要训练训练训练，然后一直到闭眼，反正就是边哭边在那边说我好苦啊这样子。第一次总选吧，我想有这么多人会来看我们总选吧，后面竟然到梅赛德斯奔驰办总选，都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变化就是以前那么小一个船，现在整个场馆都看不下，数量级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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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大的，就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支持，蛮不容易的。十年前的我每天都在做梦，什么时候我也能够做一个这样子的女子偶像团体，以前在梦想的东西现在就真的有在做，这是我人生最幸运的地方。当时走进追梦圈的大门嘛，突然有了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就想要用自己的热情去感染更多的人吧。一回回吹着冷风，一次次惊醒的美梦，幻世万人欢呼的掌声。感情就是那种羁绊，感动就是绝无仅有的。不管是对于生活的，或者对于自己的事业的，都一定要绝无仅有的热爱才能支持下去。当偶像吗？感觉一切都是命运，也是我最终的选择，好像无论如何都会来到这里。
我们站在十年的尾尖，轻轻眺望，等待你告别的挥手，等待你迎接的笑脸，等待另一个十年，等待又一段属于我们的绝无仅有。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SH48 Team S2 Team S2 Team S2 Team X。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疫情期间，请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积极配合核酸检测，坚定信念，团结一致，迎接这一季的春暖花开。自然心理洋洋耶洋洋洋洋洋洋快乐的一周，美少女叹为观止，穿越自由吧，脚前脚下山心有乐，惟妙未消，教学临终。我们是陪你远航冰邓邓嘿嘿会心一笑趾高气扬曾闹备忘录与子偕老磕吗不能磕不磕点儿大小乔真会气哦、我们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我们的组合名字叫闪亮组合，五大郎烧饼，把酒言欢，无语恩爱仪式，玩了一天组合。十年，十年有多长？是一棵树从种下到长大的间隔。十年，十年可以做到什么？可以让荒芜的郊野变为熙攘的街道。十年，十年要怎么去定义？是马不停蹄，是兴致盎然，是感慨遗憾，获得第一名的是，是逆境勃发。他们都对，
他们好像又都不对，因为这是每个你和每个我分别历经的十年，但却是属于彼此绝无仅有的十年。当时我们来的时候都没有剧场，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小小的练功房练习，当时觉得可能不会走到今天。哎，从睁眼开始就想着要训练训练训练，然后一直到闭眼，反正就是边哭边在那边说我好苦啊这样子。第一次总选吧，我想有这么多人会来看我们总选吧，后面竟然到梅赛德斯奔驰办总选，都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变化就是以前那么小一个船，现在整个场馆都看不下，数量级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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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大的，就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支持，蛮不容易的。十年前的我每天都在做梦，什么时候我也能够做一个这样子的女子偶像团体，以前在梦想的东西现在就真的有在做，这是我人生最幸运的地方。当时走进追梦圈的大门嘛，突然有了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就想要用自己的热情去感染更多的人吧。一回回吹着冷风，一次次惊醒的美梦，幻世万人欢呼的掌声。感情就是那种羁绊，感动就是绝无仅有的。不管是对于生活的，或者对于自己的事业的，都一定要绝无仅有的热爱才能支持下去。当偶像吗？感觉一切都是命运，也是我最终的选择，好像无论如何都会来到这里。就算是一瞬间，就算没有我们站在十年的尾尖，轻轻眺望，等待你告别的挥手，等待你迎接的笑脸，等待另一个十年，等待又一段属于我们的绝无仅有。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SH48 Team S2 Team S2 Team S2 Team X 抗击疫情。
情，人人有责。疫情期间，请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积极配合核酸检测，坚定信念，团结一致，迎接这一季的春暖花开。SNH 48! Everybody! Alive lik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Here in world famous Shanghai! These angels have come down to perform for you! Are you ready?Team S2 的冯思佳，耶、yeah ！然后呢，哇，我的这些评审他们很给力嘛，这欢呼声很大、哦。然后欢迎各位通过 B 站和官方口袋 APP 观看我们今天的 SN48 中心打歌舞台的第一场活动。那现在呢，在这个疫情宅家时期，我们特意利用了中心这块舞台，给予每一个成员被镜头聚集的机会。从抽签分组到今天的这段时间呢，每一位成员都在积极准备，希望通过成员的真诚表演，能够给同样也被疫情影响的粉丝朋友们带来一些快乐和慰藉。让我们一起乐观地度过当下，期待迎来面对面相见的那一天。哦，我的这些评审团真的掌声太大了吧，有被这个欢呼到。然后下面呢，我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中心打歌舞台的活动规则和粉丝参与方式哈。一，本场演出根据抽签结果共有11位成员参加。二，每位成员都已经准备了两个节目，第一轮所有参演成员分别表演完各自一个节目后，主持人宣布进入第一轮截止时间，根据官方 APP 的打分情况产生6个晋级名额。进入第二轮，进入第二轮的6位成员呢，他分值累计不清零哈。各自表演完一个节目后，主持人宣布第二轮截止时间，根据官方 APP 的打分情况产生第二个晋级名额。然后第三个名额呢，由我们的现场诸位团的朋友们，然后产生不记名的投票方式产生。三个晋级的成员将获得参与中场表演的资格，并且可以抽取晋级奖励盲盒哦。然后三，粉丝朋友们可以通过官方口袋 APP 实时参与到打歌舞台中，在为成员获得更多奖励的同时，本次活动直播中的全部打赏将进入剧场 MVP 评选，本次活动星梦卡不可用。同时呢，今天的8位成员将助为我们的助威团，欢迎他们的到来，也期待大家今天的精彩点评哦。然后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期待一下今天的节目吧。有请我们的第一位成员登场。
机，还没准备好行李，一个人拖行李无奈没关系，暴风雨已经免疫，恋爱是逆反心理，编造人生谎言也难躲避，风吹舒适的尴尬大山却有共鸣，不知不觉谈天说地并肩走完成八百米，像落叶起地生从之恋爱高级，慢歌寻包容量孤独思考，天真无邪难道一点到老，这回七八心愿情无预告，黑片来电转身不敢逃跑，不熟悉是场景，
下去，点燃它，快点放下拒绝，别挣扎，像烟花放纵吧，直到最耀眼刹那。海听的大
的鼓掌。哎，我们要不要往前站一点点？我觉得各位的这个表现非常的这个精彩。那谢谢我们这个王一流小朋友带的第一只兔子，然后周诗雨小朋友带来的恋爱高级，然后百姓小朋友带来的，你说这个字怎么念 ？Shorts。好，孝子。还有彭佳敏带来的沙漏，谢谢大家。那请这四位小朋友都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王一柳，谢谢大家。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成员彭佳敏，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周诗雨。耶、yeah.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的白馨宇。对，那我们这个第一组的小朋友都很不容易，因为大家准备的时间是最短嘛。你们就是这次准备的过程中有遇到过哪些问题吗？可以，大家可以聊一聊吗？从哪开始聊？都可以。从哪开始聊？都可以，都可以。没有了，就是中心的桌子不太够用的样子，有点不够高，我觉得好矮哦，在上面。就除了这个，好像也没有别的，就桌子的问题吧。跳舞不太方便。我的话就是这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就是设计一个舞台，然后这个是一个难点，然后呢也是第一次一个人 solo，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当第一组第一个，这种就好多挑战啊。不过还好，现在演完了就很开心，就感觉自己又完成一件大事。就很开心。你的好适合开场，好活泼。对。我最难的就是借衣服，因为就是现在大家成员都改变了自己的风格，就是大家都走这种 Bking。Yes。然后很辣妹，然后我就苦苦追寻整个中心，然后二楼三楼找遍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有可爱的衣服。然后这套衣服整套装备是我凑起来的。因为大家都没有可爱的东西了，就是现在可能时代已经变了，就是慢慢的感觉甜妹变少了。然后我还特意去找那几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比如说延庆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他们都没有可爱的衣服啊。延庆都他打包带走了。哎，但有一句我也觉得你平时穿那种偏甜妹风格的衣服，哎sexy 的紧身甜妹。对对对对对，就那种甜辣风。紧身甜妹穿秋衣。然后我的话，我就觉得因为这个第一组嘛有七个我们队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想找助演，发现找不到助演，因为我们队的人都撞在一起，然后别人速度又很快，把助演全都包了。然后后来我就跟一个成员我说，这样吧，要不我们一起跳舞吧。然后他答应了我，结果他的搭档不要笑，不要在那里笑。他的搭档不许他我们两个人跳双人舞啊！等一下，是最佳搭档的搭档吗？对啊，最佳拍档的拍档不许我们两个人跳双人舞，然后他就把我狠心拒绝了，真的是。说话注意一点，评委还在这里呢。恭喜你用自己的血肉给他们那个就 CP 粉发了糖，血糖。真的就是用我的血给大家，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然后这个就是感觉这首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这个 solo 公演让我觉得就很困难的事情啊。你需要你的拍档是吧？需要有搭档吧，不然就是大家就为了这个最佳为了这个搭档，就是说连公演都不愿意一起跳，真的气死了。就是说，但是也说明很好，他们在手很手拍得，确实。好，那有请我们的这些这个助威团的小朋友们，然后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好不好？对，然后助威团的小朋友有什么就是想要点评的？哎，青青你先说说呢，青青。青青今天穿得很古风哈、哦、啊什么很古风哎，今天穿对，就是某个成员的助演，然后呢就是大家给我印象都特别深刻，尤其是小鹏的舞台。哇，你刚抓着我手要说什么呢？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你知道吧？我在台下看的时候就抓紧了，攥紧了我的拳头，整个人啊，就是有一点捂眼睛不太敢看的那种状态。
对，然后白馨宇就是今天排练的时候有看他彩排嘛，然后他穿那个睡衣，就问我跳得怎么样，我没说话，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太仔细看，但是刚刚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舞台，真的很不错，跳得很帅气，表情管理也很棒。好，谢谢何阳老师。他姓何阳吗？我一直以为姓何。姓何、哦、姓何、哦、对不起、谢谢何老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谢谢何老师，谢谢何老师，给他复姓了一下，高贵了起来。好吧，心碎了。嗯，对，你没了两票了啊！我一直以为你跟那个欧阳一样，你叫何阳。没爱了，这么多年的队友情是吧？哎，没爱了，没爱啊！你们俩原来是队友、我们以前是队友。对，好，那请这个潘琪小朋友，好吧，前面看得很认真。嗯，就是我觉得王一流小朋友他非常可爱，让我想到了刚刚进团的时候就跳着穿着蓬蓬裙跳那么可爱的舞，已经离我很远了。对，很怀念。然后彭佳敏，我想让我想再看你跳一次，非常的性感，特别是刚开始在桌子上那个。我给你回去录个舞蹈室版本。舞蹈嗯，舞蹈室版本啊、哦、好，现给你录，我等会上去我就录。嗯，很好看，然后布景什么的我觉得很到位，很性感，超性感。然后是周淑宇，我想知道你就是从书里飞出来的那个是小蝴蝶还是什么？对，是好厉害啊，我第一次看到我从书里飞出来的、觉得很棒，是我的魔术、然后手上面的有被手上的这种被抓到。对，然后还有百星我觉得很帅，然后有两个女人包围着的感觉非常的幸福。嗯，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手部动作很到位，有被抓到。嗯，好，那再请我们后排的青文，好吧，青文，既然刚刚有人提到你，你回击一下他。好吧，那我从第一个小朋友开始，叫王一柳，对吧？我觉得他表演的歌曲挺有元气的，对，然后他的那个舞蹈里面还加入了他自己的专业，对吧？就是画画，是吧？非常独特，对。谁告诉我的，对，我觉得蛮有特色的，对，里面舞蹈里面还能加入自己的专业，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对。然后跳的给人感觉就是，稍稍的还是感觉有点小紧张，但其他的都还是挺好的。好，谢谢前辈。然后那个第二个周诗雨啊，因为周诗雨的节目可能我只看了一半，因为另一半在上面跟他转圈圈，沉浸式体验。对，然后周诗雨呢，就是今天走甜妹风啊。然后呢，我想想，你刚刚表现力很十足，然后就是感觉也有一点紧张，但是呢，但是你觉得怎么样了，水水？啊，但是我被甜到了啦！谢谢两位前辈。啊、好像不行。有种恋爱的感觉。哦，确实。但是设计的也挺到位的，然后就是给，不管是给就是在场坐着的大家看，还是给屏幕前的观众们看，我觉得都是有两种体验的视觉效果，对，不错。然后第三个白馨宇，白馨宇好像听说他今天为他这个节目专门画了一个不一样的妆容啊，对啊，是吧？换了一个，感觉准备的十分用心。但是呢，我觉得刚才的评委都夸你。你不要这个恩将，不是，你叫什么？公报私仇啊？我没有公报私仇，我摸着良心说话。你良心，好。然后呢，就是你刚刚跳舞的时候，我觉得差在哪一点？说。你差在了跟现场观众互动，对吧？你看你这就真的是。是不是也想找一个人来跟你转圈圈？就他没跟你转圈圈，生气。就是只顾着自己在那耍帅打的大，然后给评委少了一点错觉，知道吧？好，知道了，知道。以后现场一万个人里面，我就找你一个。好，下次继续努力，好吧，孝子。然后，这个彭佳敏的沙漏啊，非常的震撼，一出来感觉就是一个大牌面，整整的大牌面，五个伴舞，对。真的那个场面真的看得我们都震撼了，就是到你那个节目的时候才让我感觉有点像一个打歌舞台，是吧？一定要是助演人数够多。不是，然后呢，后面说一下你的舞蹈也是有一种行云流水中的妩媚感，对，拿捏得很到位。青文这毕生的那个词汇量的用上，百度了一下是吧？青文刚刚闭嘴，评委在说话，闭嘴。然后你看一下你找的那个助演，就宁珂站在那个框子后面的时候，说实话有点吓到我们了。但是你们俩的双人舞配合也非常的好看，对，就是看到你们俩双人舞的配合，我就想
我就在想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哪种事情？其实是想你们再多来一点就跳得非常好看，对，然后也希望下次还能看到你的精彩演出，对。好的我的点评就到这里，特别谢谢这位这个艺术欲非常强的评委哈。好，那就是也感谢我们这四位小朋友，那么接下来请下一组的成员带来他们精彩表现吧，耶、yeah. 他到底什么时候会来看我？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来看我？老刘，你怎么还不来找我呀？我好寂寞。他说三天后就来接我。宝宝，过两天爸爸就来接我们了，我们一起在这里等爸爸来接我们，好不好？刘书贤，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嗯，你到底什么时候会来看我？三日之期已过半。到底什么时候来看？刘淑贤，你这里欠我的用什么还？暴雨狂风在黑夜中，想依偎你身边入梦，雨水把风的落下，玻璃窗的震动，是骤雨狂风的捉弄，在你怀里紧紧相拥，忘了所有记忆的痛，转动指针的时钟，日历在床头，只想是再到决定相恋时间，为何他总比我快乐那么一点点，曾经共事独自一人不停怨恨上天，现在来说已不计较这些，多多朋友的爱让我也觉得很无奈，千夫所指的爱我会忍受着悲哀，没关系我忍耐，只要有你温柔关怀，与众人为敌也觉得心甘。
手，毫不在意 only wow， 没跟风没模仿， I do what I want it， I kiss what I like it， I like a merry go round， your style your face opinion your words 风尘云淡不如我的美轮美奂。午夜十二点钟声已敲响，暗夜的王将粉墨登场，是时候转过身卸下伪装，人群中尖叫声开始回荡，我将会是你周四夜想藏你心里的火。You don't know when I will come here. You don't know where I will hide out. Let me show you how sharp we are. I just want your good and simple. I don't need you think about you, because we are dangerous wo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time for Trap.哇哦，耶！谢谢我们那个刚刚的四位朋友啊。那现在我们先依次自我介绍，好不好？从老刘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门徒的刘淑贤。耶、！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门徒的刘杰。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的宁珂。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的胡小慧。谢谢大家。对，那我们四个先来聊聊啊，我们五个，对不起，我们五个先来聊聊，大家在这个设计这一次的 solo 舞台的时候，大家有什么就是比较精彩的，有些小巧思的环节呢？那个有、哎、有，我就有，我这个大礼炮，我准备了，这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藏，我刚刚给青青还有柯柯，我让他们给我放，给了他们说一人四个，最后他们竟然没有拧动啊。是不是以后还是让我当瓜吧？提前试一下吗？怕因为一共就四个，对，那确实物资比较稀少。不然我给你们放一个吧。等一下，等一下，哎，确定了？是不是当男人很难？是不是当男人很难的？以后还是、哎、有一说一，我这我觉得可以当男人。哦，你可以，非常好，非常好。好，谢谢倔强的胡小慧，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谢谢，不好意思。好，那这个宁珂嘞？哎，我就是那首歌是自己原创嘛，然后主题是，通过《小王子》这个电影里面过来的那个灵感，然后就是说，你看不见的那种东西，反而是更珍贵的东西，大概是表达、这个。好可怕！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我看不见的？
就是比如说时间啊，就是小王子在玫瑰身上付出的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是让它变得独一无二的东西，对，大概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名字是有什么寓意吗？其实是随便起的。哦，我还以为是给土豆子写的情歌呢。对，我以为是豆子呢。但我刚刚看你的这个舞美很漂亮，很浪漫。对，就是自己想的舞美，然后动作也是自己想的，就是因为现在疫情条件有限嘛，对。嗯哼。我的话你知道吗，我是全场最干的就是舞蹈了，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没想到大家这么卷，真的，因为大家排练的时间都是各自忙各自的舞台，然后我就来了一下下就走了，然后结果看到大家这么多，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吧solo 舞台嘛，其实就是、啊、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也想挑战，你上天花也可以，对对对，但是本质还是自己的 solo， 想挑战一下自己，因为我从来几乎没有 solo 过。对，对我大部分就是三个人，我还要安排两个人在我前面跳的。我懂，我懂，就 unit 都是每次分到五人 unit， 六人 unit， 我已经习惯了，所以要好好珍惜这个 solo 的感觉，还是挺紧张的。你呢？对。我的话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是在我本来觉得还行，然后我在前面看别人表演的时候，不是前四个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我说啊这等会儿会显得我很离谱你知道吗，结果就挺离谱的，挺离谱的。不是你上去我以为我说这是小品吗，啊这怎么那么多人，这有点像刘淑贤的四十八个女人。不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他不说这是一个就是那个 solo 舞台，但是可以请助演嘛、嗯、对，然后呢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人员限制，我心说那不如就是热闹点，对热闹点、嗯、确实能请到那么多女人也是不错了啊，那可是你看科科给我穿男装表演了、啊、是我达州老公，对达州老公，主要是他很容易跟哪个女人都有点故事、就是、那倒没有、啊、你敢说刚刚上来的哪个女人跟你没点故事吗，没有啊啊、哦、对，太无辜了、没有关系，突然想起来，对对对，是没有错，没有错，都是没有关系的。那请我们的这些评审团来点评一下，好不好？我们的评审团先请我们这个老队友西西，西西来点评一下。先从老刘吧，就是老刘感觉像大型那种相亲现场，就是会有点那种左挑右选的感觉，就最后好像。就是我们就是没有看到太大的表情，但因为我刚刚给你在拍视频，就看到你最后有个表情，就是，对，因为这是一个哦，不好意思，你讲，没事，我想知道就是这个表情，这个是有什么含义吗？因为这个节目它算是一个教育片，就是教育大家好男人不包二奶，对，就是不劈腿，你知道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这个设定呢，是我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个就是这个。你知道吧，当地的这样一个这个然后达州还有两个，就是一个老公一个老婆，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就是告诉大家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人就会有非常可怕的后果，这个节目就是主要是这个意思。哦，我好像大概懂了然后就是杰杰，我就觉得杰杰是让我一个佩服的女人，就是只有她全场只有她一个人，就是没有道具，真的是 solo， 就是没有任何道具，一个人就是完成了这个节目，然后就觉得，就是还有就是就觉得跳舞进步蛮大的，对，嗯，对我还以为你会唱歌呢，没想到爆头成功，对，虽然我更想听你唱歌了，希望你能对，等会儿第二轮进入第二轮，知道知道，嗯，然后就是宁珂，就是哦，很喜欢你的那个灯光设计。这个是你自己设计的吗？啊，对的，对的。啊，就觉得很非常的，就是真的很打歌舞台。谢谢老师。啊，那真的有一种前辈，谢谢前辈。我是你后辈。啊，你是我后辈。啊、对对对，老师好，老师好。啊，好的。然后小包就是叹为观止，就是从头到尾眼睛没有眨一下，就觉得是非常完整的一个舞台，就是超级喜欢，就是觉得这一组是我觉得非常牛的一组。哦，谢谢西西。好。那接下来请我们伶牙俐齿的刘增艳老师来点评一下、哦、谢谢。那个就是老刘的舞台我觉得就很能整活，但是看了一下就感觉哇气氛一下就上来了，非常精彩。然后呢就是刘杰的舞台吧，就是刚刚西西说的就是纯纯的 solo， 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件事情。然后宁珂呢就是感觉你就是过来打歌的对吧，自己的原创过来，有一种感觉好像还没有听够，然后这首歌就没有了。谢谢曾老师，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好加油啊。
然后呢就是胡晓慧的舞台我也觉得是完全没有看够的，非常的精彩、回去给你跳。而且就是我一看就是如何一个舞台就能爱上一个女人，胡晓慧做到了。谢谢谢谢曾老师，爱情来得太猛烈了。是的是的。好，那请我们的吴伯涵老师来点评一下了。谢谢。是这样子的，就是一开始然后我先看到了那个刘淑贤前辈的舞台，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思路，就是如果 0.5 要跳一首一对多的歌的话，就可以又找一又找零，然后又找瓜又找花，而且还会很有教育意义，然后整个舞台就给我了一种很新的思路吧。我觉得这是大家以后都可以学一学的，对，就是 0.5 以后都可以学一学，这样子也不用强行非要把自己当一或者零，就 0.5 也很好。然后完了就是杰哥的舞台嘛，我刚刚一直在这个摄像机旁边看，我真的太庆幸今天是这个位置了，因为特别好蹭错觉，就是他跳舞的时候眼睛一直亮晶晶的，一直亮晶晶的盯着一边镜头的时候我就都能蹭到，然后我今天终于可以理解这是怎样的一种愉悦了。然后就说到宁珂前辈的舞台，刚刚有那个王一柳，就是我的室友在旁边跟我看，然后他说这个光太漂亮了，就是倩女近景的时候那个从背影上勾勒上去的光线，就感觉特别有氛围，会很像夕阳。吴老师你好有文采。然后最后就是小包前辈，小包前辈那个你肩膀上那个是纹身贴吗？啊，哪个？这个？对。哦，对啊，和你同款哈、哦。对，我也是。这说明有缘哦，记得到投票给我。今天我的纹身贴为你而贴，太好看了。你们这个缘的也太就是不可思议了吧？怎么会有人突然两个人贴了一模一样的纹身贴？好，那这个我们这个评委的点评到此为止了、那就是希望我们的就是台上成员能够更有信心的准备下一组表演啊。然后谢谢大家， yeah, 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有请下组小伙伴吧。夜色迷幻，身体在摇晃，脸颊的味道酝酿，对你试探，爱的主张有时坦荡，有的时候人都一样，沉淀接温暖。哦，扛寂寞的是有量，精神上快用完。Tonight 我的爱为你养，你和我下一段不怎样。Tonight 我的爱要发展，你演的那一段。Thank you.
就在让暧昧或孤单，这里各一半。每个人都一样，春天借温暖。抓不住的短。
狼狈午夜，沉浸在虚假世界，还以为墨镜多真切，笑颜明媚，天眼不飞，却是把诚实都做的贼，如何应对多转马也不会累。更没过敏贴，失落了鞋成凋谢，心跳加速马上冷却，错误时间，错误地点，错误的对白和画面，你的谎言只剩下到了今天，尚未期限，嘴角舞动晚一点，独家身价最高端的笑脸，眼角再淡了一点，装模不才装出可怜，需要戴奢侈的假面，人心在百变，你表情哄骗，戳破谎言，走入陷阱誓言。想对你有威胁，这样的关系够不够特别？让所有机制碎裂，封锁在暧昧的季节。你的双眼还缺鲜美，需要加上钻石去点缀。虚荣玫瑰，假挂浮夸就不枯萎。请问话都有哪些？比上下换更煽动更贴切。把再见装成感谢，藏起对虚伪的轻蔑。错误时间，错误地点，错误的对白和画面。我的谎言，却配合到了今天。哇哦，耶耶！感谢刚刚的这些朋友们的这些精彩表现哈。那我们先就是来个自我介绍好不好？从小马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SNG48 Team S2 的马玉琳，小马。耶、yeah. 啊！
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N Supertier Team Two 的韩家乐。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Two 的苏珊珊。那我在这里插播一点啊，我们第一轮的演出数据的截止时间截止为今天的21:45哦，也就是只剩下不到10分钟了，大家抓紧时间为你这个喜欢的成员投出你手中的鸡腿子。好，那我们这个聊聊好吧，我们聊聊这个舞台的设计，那从小马开始。设计的话，因为我其实之前有一个备选曲，你猜是什么？就是跟这个类型很像的，跟这个类型很像的，对，爱未央的类型。关不掉。其实我当时想跳的是关不掉，因为我们就是有很多关不掉特别火爆的一些舞台嘛，我想做一个不一样的。但是后来我看一下那个时长，他要跳4段副歌，我就给放弃了，就是想法没有那么多。后来就选了爱未央，因为感觉自己以前走的那种风格就是都很单一嘛，都是啊耍帅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这次就想要去弄一点不一样的形式，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可以算是特长的东西放在里面吧。对，我觉得这个跳得很好，主要是最后那一招就确实是别出心裁。其实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大变活人了。其实当时后面还有一段副歌嘛，我真的是因为我2段副歌都是跳的不一样的，最后一段副歌我真的想不出来任何动作，我说行，那就加一个人吧，对，就加一点剧情在里面，这样子后面就可以不用再跳了。很好，祝福。谢谢。那乐乐呢？我的话其实我每次选这种歌都很纠结，我都会问我的粉丝，然后每次给我的结果就是千篇，就是很乱七八糟，然后我都要把他们骂一顿的那种状态。因为其实我最开始报的是黑玫瑰了，因为最开始拉票也准备唱黑玫瑰的嘛，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黑玫瑰特别火，拉票的时候竟然4首，除了我还有3首一模一样的。啊，已经火爆到这种程度。拉票的那天不是拉票，当然也不知道是谁跳的，单身赛道。哎，你怎么知道？他其实就想要就 Q 这个，他说这首歌很火，也不看原唱是谁，对吧？原唱找原唱跳的好。真是的，然后这次也是，我报了黑玫瑰之后，发现黑玫瑰被撞了，然后就选了一首冤。但冤很好，我们队的这个终极任务的歌。哦不，这首歌，我跟你说，这首歌我最开始在观自在和这个里面选的。啊，那你不怎么不喜欢观自在？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很难，它那个有些动作非常的高超，就是我当时我就是有一次去就是踢这个位置，这首歌的这个位置，然后当时就是我的膝盖都烂了，你知道吗？对，因为它有好多在那个地板上的那些动作。是，还好找到了一个长靴，不然这个地板真的不是这个动作。这首歌对我来说最大挑战，因为我开始没有仔细观察，最大挑战就是那个仰卧起坐。嗯，就是从地上起来用胸腔起来的那个动作。哦，确实，因为我是一个仰卧起坐都做不起来的人。我也是啊，你忘了吗？我真的是，然后我在练习室的时候，我都哭了，我人都摆烂了。我说我不跳了，我摆烂了，搞不来这个动作。我当时觉得我是因为我手太短了，所以才会起不来。因为我怎么感觉就是别人要就是别人这样子就能起来，我要劈叉以后才能起来。啊，你说这个动作，我说是这个躺起来。对对，那个动作，这个那个我起不来，我没有腰，我腰没有力气，就是这样。孙珊珊呢？我的话就是。我就是单纯想跳一个比较耍帅的舞蹈吧，然后感觉 H 队这种歌特别多，然后就挑了一首我觉得比较中二的，然后去借了很多很多道具，然后去我们队每个瓜的房间里面都搜刮了一圈，然后每天都在那个群里面发有没有这个道具，有没有那个道具，有没有这个道具，然后每天问我们那个舞间姐姐有没有这个道具，有没有那个道具，我就是就还挺困难的吧，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新的尝试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可能就是长得有那么一点就是幼态的感觉，所以偶尔也想当一下男人。对，我觉得你今天做的很好，很好看，很帅。我没看到，就你待会可以去补挡一下，很忐忑，真的很不错，因为今天这个装扮也很适合你这两个耳朵。对，专门化了不一样的妆，化了个断眉，应该没太多人注意到。对，是真没发现到这个，对吧？好，那有请我们这个评审团来点评一下。那先请我们的，我看看谁，这个小眼睛有求知的欲望，张月明吧，他与我直视。张老师先来点评一下台上的人。首先那个小马前辈，对，其实我今天的衣服是借的张老师的衣服，非常感谢你的就是赞助。啊，原来这衣服是你的。对啊，你忘了。我觉得他的这个出现在这个公演上次数有点多，我一直以为是中心。对，因为他长得比较优秀嘛，就是之前小马前辈跟我借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奇他会跳什么样的舞，然后这次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意外，
因为之前看到他就是比较少年气比较帅嘛，然后这次就是感觉很美很柔美，就是不是那种平凡的美，而是非常不一样的美，而且剧情啊画面设计的也都很不错，然后舞蹈动作也很好看，就是看得非常开心，谢谢。然后韩家乐前辈，就是因为我之前对他了解不是很多，我就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我也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有点少年感或者是温柔那种挂的，然后结果这次没想到是一个比较性感的舞台，太大的挑战了但是也还是不错，就是勇于挑战自己，然后也很棒了，不错不错。然后苏珊珊前辈也是，就是刚才看到他出现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是眼前一亮，因为很少看到他穿这么帅，然后确实有被帅到，就是整个这套衣服还有这个舞蹈，因为也是我们队的嘛，很喜欢。嗯，谢谢，感谢张老师这个精彩点评啊，我觉得。然后再请我们的 YBY 小朋友好不好？为什么我不是杨老师啊？为什么我不是杨老师？快叫我杨老师。你觉得你哪一点能当我老师？我可是这里辈分最大的。好像是哎。对呀、啊，快叫杨斌前辈，对不起。因为前面就大家点评的时候，感觉大家都在被叫老师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就啊，那请我们的杨老师来点评一下。好，那我就浅浅的来点评两句吧。然后就是一开始第一个节目是小马节目嘛，其实说实话我得自首，因为我被一位我们队姓王的同学委托了一个重任，就是拍了你的反图。是你拍的，不是他拍的吗？他要上台呀、啊，对，所以就是我在那拍，我就吭哧吭哧举着个相机在这个地方，满脑子都是哇，反图真的好难拍、啊。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但是就虽然说没能够很仔细的看，但是也是有看到一些，就是有因为在拍嘛，然后我感觉你想要那个效果是有达到，就是因为那个衣服跳舞的时候若隐若现的，你的这个就是会那个身体的曲线啊是有展现到的，就觉得还挺好看的。就这个舞是你自己有改编对吗？对对对，就是副歌部分可能是借鉴了以前原版的和上一次 B50 版本，然后主歌部分就是自己想的。对，因为从上一次从单身赛道你那时候跳了 Sweet Trap 不是也自己改编吗？那会儿我就觉得小马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就是在舞蹈动作这方面改编啊，整个舞台的设计就挺好的。虽然最后那一段吧，就是好像是在炫耀些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如果一定要让我点评一下的话，就是感觉最后那一段有点不满意。好的，谢谢杨老师，会继续努力的。我好坏哦。然后第二个是乐乐，乐乐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甜妹的形象，对。然后今天就是看到你突破了自我，挑战了渊，因为真的我觉得渊是一首很难的歌，真的很难。我之前自己也想跳，但是就是里头有很多种高难度动作，感觉就很难。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完成的还是挺好的，就是夸夸乐乐，谢谢。以后可以多多尝试这样的风格。好的。然后珊珊就是。我一开始因为你们暗场的时候大家就没有在看嘛，然后音乐一响起我说哇，居然是苏珊珊，因为就是今天走了瓜的风格嘛，就还蛮意外，但是又我觉得还挺适合你，就像你说的，因为这首歌不是有那种有点中二气息，然后你戴个狼耳朵，然后就我觉得还挺适合你，而且最后那个游击那个开枪然后一下子倒下，我觉得就很多小巧思吧，就是我感觉在中心条件有限嘛，大家就是想方设法去完善自己的舞台，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谢谢，不用谢。好，杨老师高低整了两句。好，那感谢各位这个评委老师的精彩点评啊。那么现在我手上有了第一轮的结果，进入第二轮的成员有周诗雨、柏心宇、彭佳敏、刘淑贤、胡小慧、苏安山。好，让我们恭喜以上成员晋级第二轮。耶！好，也请没有晋级的小朋友可以下去休息喽。
十年，十年有多长？是一棵树从种下到长大的间隔。十年，十年可以做到什么？可以让荒芜的郊野变为熙攘的街道。十年，十年要怎么去定义？是马不停蹄，是兴致盎然，是感慨遗憾，获得第一名的是，是逆境勃发。他们都对，他们好像又都不对，因为这是每个你和每个我分别历经的十年，但却是属于彼此绝无仅有的十年。当时我们来的时候都没有剧场，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小小的练功房练习，当时觉得可能不会走到今天啊。从睁眼开始就想着要训练训练训练，然后一直到闭眼，反正就是边哭边在那边说我好苦啊这样子。是一次又一次跌倒再站起，是死去可待沉追忆。第一次总选吧，我想有这么多人会来看我们总选吗？后面竟然到梅赛德斯奔驰办总选，说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每一年人生的变化就是以前那么小一个船，现在整个场馆都看不下，数量级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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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大的，就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支持，蛮不容易的。真的，十年前的我每天都在做梦，什么时候我也能够做一个这样子的女子偶像团体，以前在梦想的东西现在就真的有在做，这是我人生最幸运的地方。当时走进追梦界的大门嘛，突然有了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就想要用自己的热情去感染更多的人吧。一回回吹着冷风，一次次惊醒的美梦，幻世万人欢呼的掌声。短到像一瞬间，长到好像永远，那年相见只遥不可及的之间的感情就是那种羁绊，感动就是绝无仅有的。不管是对于生活的，或者对于自己的事业的，都一定要绝无仅有的热爱才能支持下去。当偶像吗？感觉一切都是命运，也是我最终的选择，好像无论如何都会来到这里。就算是一瞬间，就算没有我们站在十年的尾尖，轻轻眺望，等待你告别的挥手，等待你迎接的笑脸，等待另一个十年，等待又一段属于我们的绝无仅有。
经存在，融入场景里面，消除记忆气息，认输的奥义，只一遍是完全忘记自己，落差的安排，用喧嚣来掩盖，在苦力吃到但却不出息的制裁，树林之间我如鸟般半空中穿行，奔跑时你只能看到我的残影，留一片红叶当我来过的证据，拔刀入鞘后再转身隐于人群，你跨越
倾倒，感受紫色的电光震响彼此的喧嚣。当质疑问号，沉默句号，都被你归类无理取闹。我只想甩掉这种关系，不耐烦就走掉，拒绝对你讨好。
真的是，我觉得你们这次的演出非常的两极反转，你知道吗？在每一个路线都走到了极致，性感的、诱惑的、帅气的，是不是？那你喜欢哪种呢？啊？我也还在参加最佳拍档呢，那个手拍得。哦，好吧，好吧。你们来聊聊你们准备这个第二个舞台时，就是有一些什么想法吗？第二个舞台就觉得，嗯第二舞台觉得还好，唯一想法难的就是借衣服比较难。哦，对，确实。我们中心没有什么衣服，然后那个仓库里的衣服都扒烂了。然后这个衣服是哪来的？这个是在那个问小马借的。哇，好不容易有一个有古装的，然后就借了一个。这不像那种路畔，你知道吗？对，像一个就是那种。像市委有没有？就是那衙门里，就是那个查案的那个锦衣卫。对，好。对，然后呢？你呢？我就是想换一个风格吧，就是，然后也是觉得中心没有衣服，本来就是，因为中心的衣服很少嘛，结果就是感谢 staff 们从剧场就是跑腿送了一些衣服来，然后终于有服装了。嗯。我的话其实我这首歌就是很纠结，因为我一直不太敢演这种歌曲。你还不敢演？真的，我很少演这种，我一般都是。我怎么我怎么因为他不演这种性感的就已经很性感了。对，我怎么老敢少演这种的，台上都是 sexy 风的。其实我本来想的是我现场有人我倒还好，我反而会放松，因为我是那种喜欢别人如果看我的话我会给他就是互动，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认识我就不害羞了，但如果是在剧场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害羞。对，我跟你可能会反过来，因为我觉得因为底下坐的毕竟是同行，对，会有那种就是审判的目光，我就会害怕。好，那请我们的评审团，我们第二排的评审团点评一下。你不一起吗？就是我觉得，我觉得首先按顺序吧，周思雨的这首《沙漏》。哇哦，哇哦，你迷到我了。对，有被诱惑到，特别是那个风吹起来的，吹的不是你，是我的心，真的很油腻。然后呢，第二首，白馨雨，忍者。帅到帅到我了。这个他其实他的这个设计很有自己的巧思在里面，就是可能拍出来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想想看是在那个光影后面有一段那个忍者的奔跑，对不对？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非常可惜因为我们就是也比较条件有限没有拍出来。但是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好，然后也是一如既往的很帅。然后呢就是我们胡小慧的。哇，你甜到我了，真的。我们两个刚刚说就是何凯你的单腿王，对，就是这个公演的。对，刚刚就在那里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对，飞吻了，就是我知道了，等我下次演的时候我要坐到评委的腿 腿上是吧？但是真的很美了，就是关不掉这首歌，它本身就是那种很性感的那种感觉。 对有被性感到。对，大家都有自己的风格，然后都发挥得很好，我觉得很棒。那右边两位小朋友嘞？就很好，觉得深刻的意识到了就是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不管朝哪个方向要努力的还有很多，就是前辈们都好厉害，不管是身材管理还是就是别来这一套。真的就是我看到他们凡是露出来的部分都能看到肌肉线条，跳起舞来的时候那个曲线真绝了，流口水了吗？就是很好看，然后都很完美。 对吧，真的很棒。好，然后对，然后我说一下嘛，就周诗雨跳那个叫什么沙漏，对，然后有让我觉得他回到我第一次认识他的那个样子，就跳传统之歌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很有那种异域风情。那个我也是，那个是我大美女那味儿，对啊，那会儿保存的，还不知道她是谁就保存了，好好看，那个很漂亮，很漂亮。然后动作也是，感觉就是很有力度，对，十分到位。好，这个白馨雨看得出来真的下了很多功夫啊，在这个舞美方面，还有服装方面，还有她的舞蹈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对，我就看你尬吹的感觉。
怎么在想台词？你怎么尬住？他在摸着良心说话。辛苦了，辛苦了，是摸着良心说话的。对，然后小慧就是表演这个关不掉，就是一如既往的很稳，然后不失她的魅力。还听说你对着这个我们这个评委席做了飞吻，很可惜我刚上厕所去了。献给你一个。好好好，接受到了。对，反正就是都完成的非常好。好，谢谢青老师，谢谢大家，谢谢这四位老师的这个精彩点评。那我这三位小朋友就下去稍作等待，那我们之后的投票结果，好吧？好好，那么有请下一组小伙伴。
角的玻璃鞋注定被遗弃在狼狈午夜，沉浸在虚假世界，还以为墨镜多真切，笑颜明媚，天眼不飞，却是把城市偷走的贼。如何应对，多穿马也不会累。假话都有哪些，说成了情话更魅惑迷迭，失落了写成凋谢，心跳加速马上冷却。错误时间，错误地点，错误的对白和画面，你的谎言只是笑到了今天，尚未极限。嘴角互动晚一点，独家深交最标准的笑脸，眼角再淡了一点，妆不再楚楚可怜，冷漠敷衍需要的奢侈的假面，变形的百变，你表情好骗，戳破谎言，走陷阱誓言。想对你有威胁，这样的关系够不够特别，让所有机制碎裂，封锁在暧昧的季节。你的双眼还缺鲜美，需要加上钻石去点缀，虚荣玫瑰，假挂浮夸就不枯萎。情话都有哪些，比上下换个山洞更贴切，把再见装成感谢，藏起对虚伪的轻蔑。错误时间，错误地点，错误的对白和画面，我的谎言却配合到了今天。
耶、yeah. yeah. 那么感谢刚刚这些选手们的这个精彩表现哈，那么我们那我们这个第二轮嘛，因为大家是准备两首歌，然后大家可以聊聊我们这个第二轮之间准备这些节目的这个小巧思。那从谁开始呢？从山哥先开始吧。好的好的。为什么从我开始？从我先开始吧，从我先开始吧。其实这首歌也没什么巧思，就是因为想跳这首歌吧，觉得这首歌很帅吧，因为看到就是首演就是嘉恩和那个张欣的那个版本，就觉得哇好帅啊，跳得很好看，然后就自己也想跳一下，所以就选了这首歌。我觉得默默就是很好的小巧思啊，确实确实确实非常惊喜的嘉宾，确实确实。而且这首歌难吗？有一说一，其实挺难的吧，也主要是他一直要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我和默默就感觉两个人就像在做的那种就是蹲起那种动作，你知道吗？减肥操。对对对，减肥操特别累感觉。好，那小鹏呢？我这个其实就是好看为主，本来我想跳你那个的，因为我看蹲起太多了，我做不到。哎，你知道吗？其实我这次本来打算做花的，我本来想好了我要跳的那种歌曲，结果跟别人撞曲了，所以就换了。我好喜欢你第一个节目，说实话。下次找你来。可以，我要当都行。然后我就看蹲起太多，我说我体力应该跟不上，后面我就果断放弃这首歌了。然后我就说算了吧，我觉得还是留给别人吧。然后我那时候听说老刘要跳，我说好，太好了。好，跳跳还得经过你许可是吗？对，然后没了。我这首歌其实比较简单，还好。好的，那珊珊呢？我的话就是我真的很想讲究我们这个伞破了。对，我很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参加花荣成员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每把伞它都是破的吗？这个难道不是伞的设计吗？不，就是我去看了它所有的伞都破了一个角，然后我就怀疑它是不是故意的，然后一打开我就很怕大家笑场，然后就是因为我已经把整个中心的那个伞都搜刮了，然后只有这种伞。对，然后就是因为我跟粉丝说这场我想做刮嘛，然后想了一下，你是呀。对呀，然后我想了一下，就是一个中二一点的，一个古装一点的，但是这个衣服会稍微有点限制，吃动作。对，因为它的袖子太大了，然后衣服也有点长什么的，但是我已经尽力了，尽力了，尽力了。好，那我说一下这个我们第二轮的这个投票竞演截止时间到我们的22:45啊，也就是说我们还有5分钟就会结束这一次的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内卷。确实确实。好，那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第一排的就竞演团助演团，然后来给大家点评一下好不好？大家从一开始的兴致勃勃，我现在变得就是好颓靡啊，感觉。喂，那个刘淑贤，我想问一下，在那个桌上跳舞是不是特别的难呀？就我感觉它是很难的，但是你们跳得很稳。对，也是很难的，因为它这个桌子比中心他们跳的这个桌子要小很多，然后就导致我在上面就很难做动作，而且一开始给我们用的是那种折叠桌，然后我一上去，然后那桌子就开始吱嘎吱嘎吱嘎，然后默默在底下，他说我感觉我会撞到头，然后我们后来换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但也还是就是凑合着那种感觉吧。对，感觉你们两个动作就是配合的非常到位，整个桌子至少从我这边看上去是没有太大晃动，然后动作也很合，就是很有默契。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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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彭佳敏，哇塞，绝了绝了，那个脱鞋子的动作请来100遍。没有，就是非常的性感，那个是你的搭档嘛，就是感觉你们俩合作的蛮默契的，就动作吧。第三遍第三次合作还行感觉很不错，特别是有些双人的小动作接了。对，然后还有那个苏珊珊，我其实觉得这把扇子不对，这个伞是一个点睛之笔，就是你展开它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完整，但是却有一个缺角，然后我就觉得是这个舞台的就是特别设计，就是一下子就让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对对对对，什么易碎感。对，就觉得很棒，然后舞蹈的话我觉得也很不错。
好，那就是那个首先刘淑贤前辈他们那个打牌嘛，也是因为是我们终极任务公演的歌，然后之前跳过一次就觉得天哪，就是真的是非常又难又累，但是感觉被他们演绎的就是非常的帅气而且很轻松，然后两个人合作的也是非常默契，让人感觉很惊喜。谢谢、嗯、然后彭佳敏前辈就是就是剧情的设计也都蛮意外的，因为之前就是知道他跳舞非常非常好嘛，然后就是舞台上的那些小设计都非常的巧妙，然后这次的剧情也是每一个都在我意想不到的点上，非常非常的好，很好看的舞台。然后苏珊珊前辈的这个舞台也是因为就是这身古装真的就是还挺好看的，然后让我感觉好像就是花荣里的那个荣，就是这种就是也很不错。头上这一根就是发带特别适合，很帅。嗯，对，就是都非常非常好。谢谢。我觉得该夸的夸完了，我同上，然后就希望就是就是加油，然后前面这箱水果就是领回去，然后分成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就漂亮，大家都很漂亮。嗯。就是我从刘淑贤前辈说起吧，就是一直都是看到你当瓜嘛，然后刚才也听到你说想要尝试花，我觉得期待你下次的舞台当花好吗？然后这次就是这个舞吧，我也觉得挺难的，而且你们就是做得很默契，很叫什么来着？可以了，我懂，一切尽在不言中。你懂了，好的好的，我懂。就是我觉得很适合你，很难。谢谢然后呢谢谢，嗯，谢谢。然后小鹏，我之前是看你当瓜的，然后你现在当花了，我觉得给我非常大的惊喜。怎么了？喜欢吗？我这，我懂，我懂，我懂。这是能说的吗？懂了。然后刚才看到你跟林科两个人配合嘛，然后你前面的表情就非常的美，我很喜欢那种。嗯，刚才说的破碎感吧，我觉得你有破碎感，真的就是包括妆容和表情，还有你的闭眼的那个动作，我觉得都非常迷人。然后你跟对，然后你跟林科相视一笑，因为你前面的时候都非常有一丝不屑，或者说很拽姐的那种感觉嘛，比较高冷。对，然后你跟林科对视一下，就突然笑了，我觉得哇，好甜，嗯。然后山子哥，我之前也是看你当花嘛，然后你这个古装我觉得非常适合你，很有少年感，就是当花当瓜都可以，我觉得非常好，脸很漂亮，就赢了。嗯，谢谢，就这样，谢谢，谢谢。紧不紧张？还有一分钟，我们的这个投票结果就要出炉了。嗯，确实还蛮紧张的呀。要不要大家给自己拉拉票？怎么样？最后一分钟，反正还多了一分钟，来吧，说点什么。你先来吧，你先来吧，你先来吧。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赢的先来。你先来，请。来吧，来吧。就是。哎，这个是不是已经截止了？45分了呀？哦，截止了。截止了吗 ？OK。啊，都败在了你们。是不是好像到时间了？好吧，那我这个要去领取一下我们这个投票结果，有没有很紧张的感觉？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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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在等我们的这个投票结果哈。现场统计一下我们的票数。但我说句实话，我第一场真的很精彩，因为我以为。确实，谁能想到这么卷呢？对，而且就是。不只是这个投票结果卷，而且也是大家舞台也特别卷。我觉得每各个想要看的东西，这舞台上都有呈现过、感觉大家都很尽力。对，非常好。他们不用上来吗？这个 staff 要给我这个统计结果。哦，那先请一下其他三位小伙伴上台啊。好，噔噔噔噔，那这个我宣布一下这个投票结果，我们的这次的这个第一场竞演结果，第一名是 SH48 Team N2 的
N2 的刘书贤。好，恭喜老刘。然后第二名是 SH48 Team N2 的周诗雨。好，那么恭喜你们。那么接下来呢，压力来到了我们的助威团这边啊，因为我们的助威团要决出我们的今天的第三名。你们现在要不要给这个助威团这拉拉票呀？没有晋级的小朋友们，给他拉拉票好不好？什么比个心？哎，你怎比心啦什么的？展现你的魅力。每个人只写一个就行。你要实在难以抉择的话，可以写两个哈。你们最喜欢谁的表演，就在你的纸条上写下他的姓名。那让我们这个给助威团加一点时间啊。我们绝对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不对？我也不会告诉大家，比如说这个谁的字迹看起来疑似是谁写的，他投了谁谁，这个绝对公正。好，张老师，张老师，啊，张老师，是不是要现场唱票啊？对，现场唱票。哇哦！我们银河战舰唱票时间，第一场我们银河战舰这个 team 含量有点少。那我来这个从纸箱抽这个张老师记就完事了哈。公开处刑。对，第一位是彭佳敏。哦，好，一票。你们不要写缩写，有点认不出来，还带缩写。胡晓慧一票。胡晓慧一票。看实力的时刻，彭佳敏一票。哇，这个竞争的有点激烈，说句实话有点。胡晓慧一票。哇，好激烈啊，我晕。竞争进入白热化。胡晓慧一票。看看胡晓慧一票。胡晓慧一票。好，恭喜我们的这个小慧以绝对优势胜出啊！恭喜小慧。秦宇文，你怎么连个友情票都？那么呢，接下来是这个本场的晋级奖励盲盒时间，这里面分别有奖金、个人表演在这个公演前广告时间的轮播，以及水果套餐三个奖励。那么我们这里有这个，真的是有红包哦，晋级的三位成员。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因为我没看过，希望是个惊喜，好不好？那抽一下，抽一下，大家抽一下。他们先吗？他给他先。哎，你们别客气。因为我怕我自己选到。抽一个，这是你们的这个晋级奖励哦。是啥呀？看看。奖金。哦。来跟大家这个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刘书贤的奖励是水果套餐，我们小包的奖励是奖金，然后我们这个小雨的奖励是公演前广告轮播，这很好，这很好。哎，我想知道奖金是多少钱？奖金是多少钱？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公司定吗？好。那恭喜我们以上三位成员，也同时感谢今天所有表演的成员以及助威团的各位，大家辛苦了。同时呢，也感谢一直在看直播的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